大哥令，经梁家的人回报，说梁家二房被大房的人淋了鸡血，梁二夫人变得更疯了，梁三郎心一横，竟然去刑部自首了。还有，英王殿下那边说想见你。英王殿下只请大哥令一人入内。 英王殿下，梁辰玉入狱，此事并非太皇太后所愿。本宫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太皇太后并未要求大格令彻查此案，而是让你力保梁家二房。 现在证据还不充足，未有定论。大格领做事向来严谨，可这次却迟迟不按规矩办事，可不要学你那父亲。 闷声做大事，微臣不敢。哎呀，英王殿下，避着在刁难大哥令，这梁府的案子。 太皇太后早就交代过，要保下梁家二房，可夫人你却非要一查到底，这下好了，梁三郎被入了大狱，这下怎么让大格领跟上面交代？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，一定会给上面一个交代的。太皇太后信任大格领，本宫自然也是信任的。 只是希望大格领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。听说刚过门的沈夫人，人也是有趣的紧啊。太皇太后赐婚，微臣感恩不尽。大格领，西明寺那边挖出了我的尸首，死状与之前的两具一样。 如此看来，此事的确与梁家二房无关。加上梁辰中之前那两具，六对男女，12具尸体，凶手作案手法相同，男的被挖心，女的被毁容。 这不是西明寺的泥土，这些尸体是最近被挪过的，重新被掩埋的，脸污渍，皮肉外翻，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个妙龄女子。遇难时间可以推测出来吗？这两人应该是在前月被杀害的，尸体的周围有许多层木炭和草木灰，应该是用来掩盖气味的。 这香味到底是什么呢？可有异常？我师父要是在的话，一定能辨出这里面还有什么。依我看，你已经继承了你师父的衣钵，更不说民间第一神探潘池。差得远着呢，我师父他隐退之后又立私封，怕是都快忘记我这个徒弟了。这是挖到最早的一对尸体，腐化最为严重。 被害时间很难具体推测出，应该是在4到6年前。若凶手为同一人，那也太丧心病狂了。偷藤挖心，应该是个孔武有力的男子，说不定是个屠夫。
依我所见，凶手极为可能是女子。为何？这美俊女尸脸上的伤痕位置长度深浅几乎别无二致，而且这用刀的力度也不像是男子所为。若凶手为女子，她要在这些年里连杀十二人，这些男性死者也并非老弱病残，死的时候也都是青壮年，怎么可能不敌一个女子呢？徐大哥，若是因为没有见过便觉得不可能，那这世上许多奇案都无法告破。走。到底要干什么？英王殿下已经吩咐，西明寺的案子和梁府一案，并案处理，统归内卫府管。刑部的人，都不能再插手。不管便不管。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他两袖中是百脑香的味道，丝质如意纹锦衣，翡翠绒花钗，牡丹白绢罗衫。有时间在这发呆，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刑部，叫来。你快放我下来，前面离刑部不远了，我自己可以走过去。真凶还未找到，梁三郎还在狱中，他若有事你去给他陪葬。沈大哥令，我严六娘打的赌从未输过。站！大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来我们刑部？我不能来。大哥，你这说哪里话？欢迎欢迎，来跟你要个人，去内卫府帮忙。啊，大哥令要调人呐，此事容易。大哥令要调谁？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就他了。西明寺实施案已全权交由内卫府处理，你们刑部就别管了。是。哎，大哥令，我还有许多案宗都没有录完，怕是不便调去内卫府。严书吏说什么呢？卷宗没整理完，交给录书令时，你快去大哥令去。严书吏不来，此案就这么结了。吴主事，把那堆尸骨拖去城外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哎，哎，不可！哎，我这就去。爹娘。陈白一家翻出来的，他写过的文章我都看了，篇篇文采斐然。这段日子真的苦了你了。不苦，芙蓉园看戏，走啦。小心点。咦，大哥令，仵作已经初步完成化验。请您日后若发现刑部的人私查此案，全部按结党营私处理。是。那我还得多谢大格岭的提携之恩了，让我还有查这案子的权利。日后我定当竭尽全力早日破案。夫人知道就好。既然介入了内卫府，那下官就是内卫府的一员，自然要遵守内卫府的规矩。小的不过是书吏，怎么能与大格岭同骑一匹马呢？下官马术不精，请内卫体恤下属。
必定是不会丢下下官不管的，对不对？我。那今日就还要委屈一下景内卫，和下官同骑一程啊。夫人若是想骑马，自然是同大哥领一骑。小的呢，我你。小的给您牵马，那多不好意思，还是一起骑吧。办案无男女，请那位就把我当成寻常同僚便是。夫人还是坐好吧，还要闲聊到什么时候？再这么散漫闲谈，罚你半年的俸禄。这，我，哎，大哥领。这些是从最早遇害的那对尸身上取下的。监工于胜利元年。这是最早遇害的那名男尸所佩戴的。凶手初次作案，应该是在六年前。为何？凶手每次杀人手法如出一辙，作案时间想必也有其规律。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若是推测错了，想要找出真凶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宝相双鱼纹。锦绣方，这宝相双鱼纹是锦绣方当年特制的花样，风靡全国。锦绣方是当年皇城第一大丝绸坊，每月初一进贡绸缎进宫。只是胜利三年六月，锦绣方因献给汝宁长公主夏衣于志，获了忤逆之罪。哦，所以自那之后，皇城里再也没人敢穿锦绣方的料子出门。这男尸必是死于锦绣方忤逆案之前，金牌置于胜利元年。那人死于胜利元年也不是没可能啊。不可能。宝相双鱼纹是胜利三年锦绣方所制春衣样式，只在当年二至四月有售。记得这么清楚。案卷处有锦绣方旧案的卷宗，有一卷会务册，上面载录了锦绣方十年的花纹样式。请您去比对确认，不可出错。是。夫人，案卷处内都是珍品和藏书典籍，切勿乱走，也切勿乱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分头找更快啊！你去那边，切勿乱动啊！